朋友们大家好，解读设计，今天我们解读中国山东的企业华泰汽车的车标，外面是个椭圆，里面呢是个 U 字的方形。华泰的车标外面椭圆怀抱，里面 U 型的方形，形成了外圆内方的造型，表达了华泰汽车天人合一的环保理念。外圆代表和大自然的环境和谐相处，内方体现了华泰汽车以保护环境为己任。优谐音是我们中国的优，优秀的意思，就表示华泰汽车追求的是一流的品质，精湛的技术，前沿的理念。我们祝华泰汽车越来发展的越好。